请针对加减混合两步骤问题设计以下两种不同文字题，并写出该问题的病逝记录。我刚刚提的通通出现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好，那你要先出一个先加后乘，什么情境下它要先加之后才要乘，你就要去设计一个题目，这样 OK？ 好，好，然后呢，一个叫做先乘后加，好，你就必须要把它设计出来，好，好，这会涉及到你的教材知识，所以教材知识很重要，你一定要去看哦。接下来，今年又再考一个哈，跟量角器很接近的哦。好，他说学生使用量角器测量角度及报读角度时常发生错误，请分别针对以下两类活动举出学生常见的错误。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学生在拿量角器的时候，第一个在测量角度会出现什么问题。好，量角器那就涉及到什么？量角器的所谓的如何操作，对不对？那因此在操作上，如果你操作不对了，好，你可能就会测量错误。但是你不可以像我说的测量，你要能够举一个例子明确写出来。好，好，然后呢怎么样去测量？好，那学生可能这里会出现什么错，你就要大概要知道哦。所以各位同学，你要对这个要有一些看法哦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报读啦，哈，好，报读的时候他可能会读什么？要最典型的就是有内圈跟外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学生怎么样？眼睛怎么样？花了，对不对？可能读到哪里去了哦。好，你可能要能够说，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学生在数学上有哪些迷思概念。好，你要知道它的结果。好，然后像这个小数的计算，比如说10.73减去0.5的时候，学生他的做法，你看他怎么样？靠右对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当然错，要不然他不会告诉你说这个学生有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指出，好，针对这个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子写，他的迷思在哪里，然后你要能够指出他的补救教学重点。好，写顶多写两行好不好？最多最多写三行，请你不要写到五行以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很多东西要写，你要能够切出他的主要重点就好了哈。好，这是涉及到迷思概念。来，老师出了两个有关角柱的试题。好，你看一个五角柱，它有5、6、7、8。乙呢，一个角柱有7个面，它是什么形体？好，它分了两题，甲题跟乙题，它要你去比较这两个试题的难度，然后你要能够说明理由。所以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哪里？你要把题目读进去，对不对？读进去，你要想象你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，你大概自己也可以判断做哪个题目比较难。好，然后呢，为什么难？你要说出来。好，你要说出来，所以不是你会做而已，所以这涉及到教材知识，还有儿童的认知发展哦。好，再来看104。好，有一个小数除法，好，好，然后他就这样子。12.8 除以5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一个学生的直式算折，然后算折算完之后，他第一个问你，这里会有一个28，这个28是什么？你应该知道，这里是12.8，对不对？然后为什么会变成28？好，这里表示这里他有没有管单位？他不管单位，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这个28是代表28个什么？好，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单位是什么。好，好，然后呢，学生就说了 ，OK， 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好，你接下来，哎，这样算完之后，不是剩下3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3再补一个0，再继续除以5。好，那 OK， 为什么我要补0？它都是这一题就是涉及到什么位置，对不对？位置，你知道我在分不同的什么单位，我在分不同的单位哈，质因数分解，对不对？好，12分解成12等于2乘以2乘以3，2是12的因数，3是12的因数，所以2乘以3是12的因数。哦，某数的两个因数相乘也会是某数的因数，他的说法正确吗？如果不正确，你要举一个反例，知道吗？
哦，那你怎么样从这里去引导学生？好，所以今天要让你今天的时间很短，所以我只能够先提让你们知道哈，所以要去思考一下。嘿，好，老师提供多个三角形，他透过操作活动让学生理解三角形三个内角和是180度。这时候不要只有量一个三角形。因为那个三角形对学生来讲，你今天让学生量一个三角形，量出它是180度，他就会说这个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。但是我们不是要他认识这个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，我们是要让他认识所有的三角形都是内角和都是180度。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，有足够多的案例才能够形成集合的概念，这样理解吗？有听懂吗？好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提供多个三角形。那既然是三角形，那重点是角，所以你就要考虑到不同的属性，对不对？哪些属性？你要有大三角形、小三角形、钝角三角形、直角三角形跟什么锐角，你要各种角，这样 OK。 而且呢，每一种最好不要只有一个。 好，那如果学生他透过测量拼凑，好，常常会发现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小孩子会手拙，会有测量误差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怎么样告诉他哈？好，那你就要去想这个问题哦，哈。所以这是一道教材知识跟迷思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来，老师想设计一个圆形图的评量试题，已完成部分内容，比如说这是某年级50位男生票选最喜欢的休闲活动，好，这些哒哒哒哒。好，它的结果如圆形图 ，OK。然后接下来他有4个选项，他要你设计什么？设计一个单选题，所以单选题你就要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正确答案，对不对？然后另外有3个是叫做诱答，那这里的诱答他要告诉你了，你诱答要涉及到比例、百分率、分数跟圆心角。换句话说，你要从这里去设计，光是一个圆心图，它就背后就会涉及到这些概念，你必须要知道为什么。好，所以你就要去把它设计起来，什么叫做比例，什么叫做百分率，什么叫做分数，什么叫圆心角，这样理解吗？好，所以要去看哦。好。